哟，欢迎来到恩走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阿隆戈登个人第二双签名鞋 AG2 的实战测评。上一代的 AG1 作为系列的第一款鞋，可以说是非常惊艳了。不过在性能上也留下了一些瑕疵，比如说前掌做的太宽太硬。不过这些问题也并不影响 AG1 成为一双非常经典的国产签名鞋。而既然一代球鞋做的这么成功，它的续作自然也背上了比较大的压力。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双 AG2 代实战性能怎么样，有没有针对一代上面的小问题做出改进。我手里这双就是 AG2 正式试售版本中的冰刀配色，这个颜值你们觉得怎么样？0到10分可以给它打个分。在实战方面，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脚型适配。上脚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舒适性还是很高的。鞋面主体采用了编织材料，里面混入了 TPU 纱线，材质上是比 AG1 更加柔软贴合的。前掌外侧也取消了大面积的 TPU 上翻，改成了这种中底泡棉的上翻，这样就不再会出现卡脚挤脚的情况。在前掌的这片区域采用了 MoreFit 动态绑定系统，两侧各有3组动态飞线，中间这三对也是快速鞋带系统，下面有条带延伸到中底，这样的绑定方式就可以适配更多的脚型，前掌也有着更大的调节空间。另外，它的鞋舌开口也可以开得非常大，这样高脚背也是可以适配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球鞋的内侧足弓处支撑感比较强，因为这里做了鞋面还有中底的内收，中底的环绕式 Quick Balance 支撑片也在足弓处往上隆起。另外，鞋垫在足弓处也做了上翻，这种比较明显的足弓支撑感，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但对于有重度扁平足的朋友来说，还是建议你去试穿一下。另外，这双鞋使用了这种类似 Ultralight 的鞋垫，材质也是可以吸汗透汗，并且提供慢回弹的，这样就让我的足底和鞋底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所以呢，借助这个鞋垫，这双鞋底楦的感受也让我比较满意。在尺码的选择上，我平时的钩子鞋都是穿 44.5 码 US 10.5， 之前的 AG1 是穿 44， 但这次的 AG2 呢 ,44 我会顶脚，所以要穿45码。我是感觉二代的内长是要比一代偏短一点，所以我这次选择了大版码，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一下，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去试穿。然后来到跑动表现，首先来看一下中底的配置。它的前掌采用了 NFO 发泡材料，后掌是整个一块巨大的 Quick Foam。在中组这采用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结构，它的名字呢叫做 X-Skeleton， 是一种由两片尼龙片构成的 X 型交叉结构，一片是 Y 型，一片是 X 型，中间插在一起。它在前掌部分呢还向前延伸了很多，在外侧差不多延伸到这里，内侧呢也是延伸到差不多这个位置，所以说覆盖的面积也是非常大。这种结构给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它的前后掌过渡非常的流畅，这也是我认为这双鞋性能上的一大亮点了，这一块明显要超越了 AG1。 另外在结构的设计上也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之前我说 AG1 的前掌靠前的位置太宽，然后呢材质也是偏硬，这样在某些角度启动或者突破的时候就会有很明显的卡顿感，有的时候重心放得特别低，甚至容易绊到自己。而二代在鞋头处收得更尖了一些，外侧也不再有特别坚硬的 TPU 包边，鞋面上的热熔材料中间还留下了这个 Y 字形的开口，这样就让它的前掌在各个方向的启动上表现都更加的自然，我在实战中完全不会像前座一样被绊到。另外前掌的弯折点也引导在了非常合理的位置。另外像刚才说的尼龙支撑片在前掌的延伸已经超过了弯折点的位置，所以在弯折之后可以给到一个非常迅速的回弹，在前掌蹬地时能体会到一定的助力感。在重心方面，由于是内线鞋嘛，所以前后掌都比较厚，前掌也没什么明显的场地感可言，不过前后落差的调教比较合理，属于中等偏低的落差，不会让你感觉到明显的前低后高。在立线的控制上它也是完全 OK 的，它在后跟这儿 Quick Foam 是全暴露的，这一点我一开始是有点担心的，不过由于上面的 TPU 底座做得非常宽，而且Quick Foam 这个材料本身形变也是比较灵敏的，在后跟边缘的步态适配上基本可以做到哪里触地哪里形变，不会对其他部分造成明显的拉扯。另外 TPU 的环抱设计以及整个内侧这一块的上翻，还有非常明显的内侧足弓支撑效果，这些都是稳定立线非常关键的设计，所以在跑的时候立线不会主动偏移，基本可以适配你自己的步态。另外后跟领口的填充也是挺到位的，两侧还有着小枕头的设计，所以在跑动中也没有不跟脚的情况发生。然后来到横移表现，首先在侧向蹬地时外底能给到非常不错的抓地力，它的纹路是这种比较细密的圆圈纹，上面还加入了八大行星的元素，看着还挺有意思的。不过由于纹路比较细密，再加上它的上面本身是有一些细纹的，所以在室内场地上初期还是比较容易吸灰的，我在打木地板的时候还是偶尔需要擦一下鞋底的。
不过呢，毕竟作为一双内线球员的签名鞋，它的前掌内侧这块材料还是比较厚的，所以内侧变向时的灵活性还是比不上各种低重心的后卫鞋的。在侧向的支撑锁定上，整个中段到后段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中间这儿可以勒得特别紧，外侧这儿还有热熔材料的补强，尤其是后跟部位的锁定就更不用说了，这么一大块的 Quick Balance 把中后段整个包住，后跟里面还有硬质的钢保，还有鞋帮这儿动态鞋带孔上面接的是两个鞋带孔，并且鞋带孔比较小，也没有用什么金属圆环，和鞋带的摩擦力就比较大，所以上面系紧之后是完全不会松脱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中段还有后跟在剧烈变向时候会出现扭转。而到了前掌这儿，鞋头两边的支撑还是不错的，内侧有热熔加上橡胶上翻，外侧也有中底上翻加上热熔补强，但是在动态包裹的这个部分鞋面还是有点偏软，而且这些中底的上翻由于材质的关系也是比较软的，所以呢就需要把这一块的鞋带系得非常紧，否则呢就会有前掌在鞋内滑动还有向外戳的趋势。其实在正式的试售版上，这一块的支撑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我侧向蹬地的镜头里也看得出来，这一块鞋面是可以把我的脚撑住的。之前我还穿过这个太空蓝配色的 sample 版，在这个版本上，这个 Morfit 动态锁定系统两侧的支撑性就有着比较明显的缺陷了。网上之前就有很多 AG2 的测评了，而且大部分测的都是这个 sample 版本，基本上也都提到了前掌支撑锁定的问题。这个版本的动态绑定系统里面做的有点过于复杂，飞线之间是相互连通的，而且飞线伸出来特别长，把鞋带一拉紧，这些飞线就会重合在一起，就有点难看。而且由于飞线是相互联动的嘛，受力的时候飞线也会串动，再加上外面都是比较软的材质，脚很明显就会往出戳。而在正式版本上，这个问题已经被明显改善了，飞线结构得到了简化，就是一堆线直接插到中底的方向，彼此之间也不再互相连通了，长度也缩短了不少。我这一只现在已经拉得非常紧了，你们看飞线也没有重合在一起，美观度就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正式版的结构已经可以锁得住脚了，虽然我对它的支撑强度还不是特别满意，但已经可以基本达到我在侧向蹬地时对于支撑锁定的要求了。总之在横移表现上，对于一般的防守滑步还有侧向蹬地，这双鞋完全可以胜任，但由于刚才说的前掌变向灵活性还有前掌这个位置支撑锁定极限不是太高的原因，还是不建议需要频繁变向的灵活型后卫使用，而对于针对内线的定位它还是绰绰有余的。在弹跳表现上，中底方面它的调教明显偏缓震，后跟的 Quick Foam 材质是比较软的，不过它的韧性非常强，整个后跟这块相对于 Sample 版也是有了明显的改良。之前的版本后跟做的真的有点过软了，用手按起来都可以轻松压出形变，踩起来呢也没有什么回弹，只剩软了。而在正式的试售版上，明显后跟要弹了很多，制动的时候还是可以踩得比较稳的。前掌的 NFO 材料也是比较软比较韧的，再搭配上中底的 X 型结构，力传导的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过渡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点助力感，不过由于中底的调教整体还是偏软，这就导致它不太适合极限的弹跳。我在练扣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和穿那些特别适合弹跳的球鞋相比，穿着 AG2 最大高度明显少了几公分，不过毕竟这双鞋设计的重点是缓震和保护，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相当不错，后跟和前掌都有着非常好的吸震性能，缓震极限也特别高，所以各种大体重还有膝盖不好的还是比较适合的，落地的时候很舒服，完全不震腿。在安全性上，外底和中底做的都非常宽，虽然前面收窄了一点点，但在中段这儿做的还是非常宽的。在防侧翻方面，前掌外侧这儿还加了一个 TPU 贴片限制这一块的形变，前掌的外侧呢不像 AG1 做的那么刚，防侧翻的极限也没有那么高了，但对于一般的起跳落地还是完全够用的，安全感很足。另外后跟周围的稳定性也非常好，这块 TPU 呢也提供了中段的防侧翻，和 AG1 相比呢，在灵活和保护中间它往灵活那一边多靠了一点点，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看一下重量哈，我这双45码，左脚单支523克，右脚单支528克，数字上还是明显偏重的。从穿着体验上看，由于跑动中中底的过渡比较流畅，前掌弯折比较灵活，还有一定的推进感，后跟也比较跟脚，所以实际体验并没有数字上那么重，但体感也是处于中等偏重的状态，透气性就属于中等水平吧。鞋舌是网眼透气材质，里面也有内靴，鞋面的编织材料部分也能提供一定的透气性，所以整体来说不是非常闷热。耐久度的表现比较一般，外底的纹路比较浅，橡胶也不是特别厚，所以它不能胜任室外的粗糙场地。另外呢，前掌的 NFO 由于这个材质的关系，时间久了也是会有一定的衰减的。编织的鞋面虽然有着 TPU 纱线的加固，但是耐刮蹭的能力也不是特别好，我实战了几次之后上面有一些起毛的情况。至于性价比，作为一双 NBA 球员的签名鞋，这双 AG2 的发售价好像只有639，从配置用料上来看，这个定价已经是相当低了，过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折扣，所以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最后总结一下 AG2， 它的优点主要是抓地好，
缓震脚感也不错，鞋面也很舒适。另外前掌的 More Fit 调节范围比较大，能够适合多种脚型。在动态表现中，跑动表现最为出色，后跟到脚尖的过渡非常流畅，中底的 X 型结构还能提供很好的力传导效果。另外整个中后段的支撑锁定非常的出色，足弓支撑力线控制也都是很到位的。和它的前座 AG 相比，它的灵活性、舒适度还有适配性都是要更好一些。至于缺点呢，主要是前掌动态锁定处的鞋面强度偏低，动态上弹跳的表现低于我的预期，同时呢重量偏重。另外呢，相比于 AG1， 由于调教偏灵活，导致前掌支撑和防侧翻的极限比前座有所降低。至于推荐的人群呢，我认为它比较适合跑动比较多又追求缓震还要有一定灵活性需求的内线球员，直线暴力型打法也可以选择。另外它也同时适合投射型选手以及变相不多的三号位球员。而对于体重比较轻、追求极致灵活性或者场地感还有变相比较多的外线球员，不建议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我对这双 AG2 的实战测评，大家对这双鞋如果有任何的看法，欢迎留言讨论，有实战过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实战感受。另外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千万不要忘了点赞关注三连支持一波。最后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这次Denzel，我们下期视频再见。